再见很可爱，我那时候也有拿来剧透，因为我觉得它中间是爱心的织纹配麻花，很可爱。我的是爱心的麻花的。对，这个尺寸的话，其实到二楼可以穿，可以哦。然后这件它是有一点小落肩盖袖的，深蓝色的针织背心很少。我们家之前也没有，少之又少。对，然后这个粉紫色也超级可爱，很少会有的。然后再就是米白色，就是韩妞小姐姐一定要有的米白色，跟我的这个咖啡色，对，牛奶糖的色，四个色。就是我做比较落肩是，我觉得这边的话，对棉花糖女孩真的是非常的友善，因为像那种针织，很多棉花糖女孩会怕起来穿起来会蓬蓬的，当然不会，而且它这边啊刚好可以微盖一点手，对，它会变成斜的，非常的修饰，对。然后它的袖窿看一下，袖窿是宽的，所以像我配到这种比较 oversize 的衬衫啊，都完全没问题。然后它正面织纹，然后背面啊是全素的，背面是全素的，因为如果你前后都是织纹的话，侧面会看起来比较厚，就是很柔啦，不会刺刺的，不会刺刺的。而且它前面织纹也超美的，你们看整个织纹超美。我觉得这个针织它非常的扎实，如果你看我这样子拉的话，它会有洞，但是它完完全全没有，它非常的扎实。